这不是那个请我来。我操，这博物馆货物，也觉得我的他妈燃眉之急，靠！哎，干啥？诚挚邀请您到寒雪庄园参加晚宴。作为贵宾，我们期望您早点过来与其他与会者交流。当你准备好宴请时，请向服务员索取所要菜单，他会带你进入宴会厅。本次宴会将会展出最精美、最美味的菜肴，不需要开胃菜。一旦所有人都落座，就可以开始完整的宴席，享用美味，一起畅饮。先让咱们做一个安全检查，朋友们。Yet，这里有吸血鬼。Fuck，咱们小心点。Huh? That is so. Of course. Until next time. I don't know. Yeah. What does a fellow need to do to get a drink around here? All right then. Yes, sir. Indeed. Sauron It would shit. seem so. Speak. Indeed. What the Now, if you'll fuck? excuse me. Need something. This better be good. Yep. It would seem so. All right then. 这前言不搭后语的，我就知道是他妈是。又是吸血鬼？什么？Nord. Good afternoon. Of course. Good. 酒水、火牌葡萄酒、阿尔托酒、主菜、黑光淡奶酥、美食家著名。哎，这不是那 Gourmet 吗？美食家。对啊，这个美食家著名菜谱中的头牌：血红鹿肉配番茄酱，烤羊腿配骨髓汤。甜品：甜甜圈、苹果派、雪果派、热奶油糖果。我操，这菜单听起来真好吃！我靠，两道肉菜呢这。但是问题是，你们都是一帮吸血鬼啊！不是，这里面有两个吸血鬼啊！Yes. 这他妈不对劲啊！我操，老不对劲了！这什么地方？我收到一份晚宴邀请，我就来了。哦，那个是……别说，嗯，这地方他妈环绕着吸血鬼啊！What the fuck？这些水壶上都是血，是为……我寒血冻哭了。这他妈……你读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已经死了，所以你只能脑补我的祝酒词。当然，先来点小交换吧。由于我没有在世的继承人，所以我决定将庄园赠送给你，前提是你活着吃完这最后一餐。
如你所知，我一直很喜欢晚宴，所以对于我的最后一顿晚餐，我决定请几个朋友过来。威林，你和我一直长期保持贸易合作关系，但你私自改变了账本，把你的那一份成本砍下去了一大块，别以为没注意的。玛利亚，你是我的初恋，也是我的第一个错误，因为你的爱不是给我一个人的，为此我永远不会忘记这顶绿帽子。伊格瑞特，你是我收养的，在某些方面我把你当成了我的女儿，但女儿不会图谋窃取父母的遗产，所以我会像父亲一样教你怎么做人。雷亚迪尔，我们一起打过仗，我们的捆绑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可侵犯的，然而我知道你为了活下来付出的恐怖代价，当时我极力否认这份代价，但到这个时候我必须承认。加尔图斯，我的帝国老朋友，你曾经和我一起在斯金格拉德城的苏瑞利兄弟葡萄园里喝酒，一天晚上你喝多了，然后侮辱了我的家人，我告诉过我原谅你了，因为你喝醉，但实际上我没有。最后你，我们从未见过面，我是一时兴起带你来的，你在这里是一个纯粹的意外，也是一个改变我朋友命运的机会，或者相反，你也有可能陶醉于我对身边这些人的复仇之中，就像我在来世的命运一样，如果未来是未知的，那就更令人兴奋了，对吧？话虽如此，酒水无限，演出开始吧。他说那个为了活下来付出恐怖代价，是不是就是他变成吸血鬼的，就这里面有，因为这里面确实大部分人不是吸血鬼，宾客里只有一个是吸血鬼。对，对啊，他请的人都大部分都不是吸血鬼。流水无限，演出开始。这是他妈演啥呀？这是要干啥呀？嗯，我操 ！Fuck！ 我操！什么65级的吸血鬼 ？What the fuck！65级的吸血鬼，在这里我是第一次见到形象鬼，我操，这帮人还居然还有人活着。啊，你还有人活着？我那时候全死了，我就一个人活下来了。两个人，黎明守卫。Need something？ 怎么黎明守？哦，那个对，黎明守卫，他就是来。他女儿还活着，然后威林是谁啊？看，他女儿和 Zora Bless。他女儿和他的贸易伙伴还活着，别人都死了。他是不是他计划好的吧？就是请这些吸血鬼来，然后让他们发动袭击。他不是说，他说接下来就看你了。这是一个改变我朋友命运的机会，或者相反。但这也许就是他们的命。What are you looking at? 刚开始全死。Very good. But you've created a debt between us. Here, take this. We're even now. 原来那65级的吸血鬼太恐怖了。但是我首先缠上了他，他直接秒人，他直接秒了那三四个人。我操！对啊。但是我先把他控制住了，这样他就和我打，然后别人就有机会。但是这货一上，我操，太牛逼了，65级，你比他妈龙祭司还厚，真的那货。Azora, bless you. Oh, hold on. 被请来吃饭的。你们可真是，我饭还没开始吃。咱也再也不敢用亡灵法术了。哎，这个房子
这不比马卡斯的那个同是石房，这不比马卡斯的同是又是石头又是在地下的房子，比马卡斯那个好太多了。这房子比马卡斯的豪华一万倍，我操！真的豪华一万倍。鲜血药水。对吸血鬼而言，等同吸食人类的血。吸血鬼恢复八十点生命，恢复三百八十点饥饿。我操！鲜血药水。黎明守卫。刚才就是那个黎明守卫，那是我第一个见到黎明守卫，他是在门口的，他可能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感觉就他在那。对，他没想到我会也出手帮助。这是我第一个遇到黎明守卫，真他妈棺材藏。那等等，那个这个房子的主人是吸血鬼吗？他可能后来变成吸血鬼，看他的意思。切的。这不知道他是怎么死，毕竟这只是一个 Christian Club， 送个家。他这里面唯一指的只有说这个雷亚迪尔恐怖代价。等一下，等一下，你仔细看这段字。我们的羁绊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可侵犯的，然而我知道你为了活下来付出的恐怖代价，当时我极力否认这份代价，但都这个时候了，现在我必须承认了。都什么时候，他写这个的时候就是临近死亡，是不是他们两个为了在一起打仗，然后可能受什么伤，然后为了活下来就两个人一起变成吸血鬼了。他当时否认说这个不会有后那种代价的，但是他现在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我看着应该是这个意思，应该是他也变成吸血鬼了后来。但都这个时候了，现在我必须承认。吸血鬼皇家护甲，我操 What the fuck is this？心石是什么东西啊，我操，我懵了。心石是制作法杖之类的。哦，法杖是能制作的。苦痛草又是什么呀？我们这么多没见过的玩意。苦痛草是湮灭那个区域的。啊？那咋到天？这湮灭就是湮灭。这个，当你去，小子，让我吃一口，让我搓一口。我忘了这个是弱化生命，我操，差点这一口没给我送走，这一口把我一半血给弄没了。还是我本来就不是满血，没注意，可能本来就不是满血。再吃一口就知道。啊，没有，它就掉一点，我本来就不是满血。所以我是地产大亨，又进来一个家是吧？我他妈有多少个家呀？我在天际，你妈有多少个房子啊？现在我操，我的天，真疯！这我这带了一堆人的。内战都没打呢，怎么可能开 DLC 呢？吸血鬼娃娃是什么东西啊，我操，这个收藏品，龙翼博物馆好像是。龙翼博物馆还和这 CC 互动上了，怎么可能呢？我不记得，
应该当我知道龙翼不会有地方展览。DLC 也做了一些额外的娃娃，那不什么 DLC， 那个 MOD 也做了一些，就是更多的娃娃，就收藏品。这有仨，但是，我看看弹幕说就一个，然后发现仨，不知道为啥。这有不少我没拿的书，我操！龙飞鱼此是什么东西？这个精灵巨剑，演制炉，还手炮战连带。占领了工作城之后，这边就可以点炮战连带。这还有监狱，我操！跟地瓜版本的。但这个地方是真的安全，因为它是建在一个山洞里的。等等，上面怎么有俩石像鬼啊？他妈的，这多吓人呢、啊！没有不动。关键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活的，知道他们不动。我射了他们两箭，这样就确保他们不是活的。对。他复活的时候，我居然还有两个没复活。这下又多了一个房子，钻石，我操！谁他妈在这淹死了？